对波尔多的劣迹名章来说，大家的概念可能是价格昂贵，入手要犹豫，因为实打实的真金白银掏出去肯定认为它的价格很高。其实不然，在波尔多劣迹名章里面也有一些性价比非常高的酒庄，例如呈现在你面前的 Château de Mihan 2013 52% 的赤霞珠和 48% 的梅洛 Blend 的酒，适合现在就可以饮用。这个酒庄可以说是三级庄里面的性价比之选。